这是超越甲斗最丝滑的变身，同时也是神带剑搞笑的时刻。经过上次的战斗过后，虽然三位骑士发动大招，以一脚华丽的骑士踢打破一重吸收的上限，并且天道切换超越形态，随即一招强力的冲击波瞬间横扫战场上的一重，可远在战场的另一端惨遭抛弃的拟态天道突然向小旭展开偷袭。好在拟态天道留有善心，凭借拟态天道的本心与一重的本性做斗争。然而正在这关键时刻，分身的一重干部出现，示意拟态天道一起合作，但拟态天道虽然是一重，却有着天道过去的意志。面对狂暴的拟态天道，两重采取夹击的战术，转瞬间把拟态天道制服，并表示现在像孩子一样，总有一天会加入他们。说完后两重随即离开。与此同时返回的天道意外看到倒下的小旭，随即把小旭送往医院。好在小旭只是些轻伤，但对于天道的一番追问，小旭却不肯说出真相，只是一味的承认错误。因为曾经在时空的彼岸承诺和拟态天道在一起，如今却又残忍的抛弃。片刻后天道收到消息，去见在组织的一位大佬。根据三岛等人的表现，大佬的职位肯定很高，可天道作为其中的低职，却依旧没有尊敬的意思，搞得三岛口吐芬芳。但天道有狂傲的自我，毕竟天道要去扫除一重才能保护好大佬的安全，并且大佬承认是原虫，眼下监测到一重形迹可疑，更需要天道这样的人才与原虫一起相互合作。同一时间，某处的车上有很多显露原形的一重忽然攻向车上的人类。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路过的加贺美及时抵达。尽管加贺美解决掉一波，但一重的数量实在太多。这时影山和矢车抵达，影山表示和上次一样和大家一起迎战一重，但矢车直言上次是犯傻，于是为避免这种情况，主动用铁链捆住自己，同时追寻更深的黑暗。眼看矢车寻求进步，影山立马效仿起矢车。与此同时，察觉的甲突然收到一重的警报，随即把情况告知天道。很快天道赶往事发地，随后甲立马看望神带剑。出于上次神带剑的勇敢，甲对神带剑产生好感，甚至还询问对方的年龄。等到甲走后，管家看到神带剑的惨状，年老的管家伤心的不行，为帮神带剑尽快恢复，管家准备吃几份大餐，可恰逢圣诞节来袭，神带剑想起去年的今天和姐姐一起度过圣诞节，导致伤心的他失去胃口。好在甲再次前来看望，并主动为神带剑吃饭，致使他受到爱情的鼓舞，展现出良好的精神状态。见神带剑生龙活虎，天道以人手不足为由，示意神带剑加入组织。不料神带剑这个老登竟然把打击一重的队伍改变成他的专业团队。ここに岬の守る会の結成を宣言する。紧接着神带剑立马行动前去保护甲的安全。这时甲想要归还影碟，神带剑立马示意队伍强行阻拦店铺的关门，以此避免超时的延迟金。但神带剑随意乱用队伍，搞得甲感到极为无语。然而在神带剑搞笑之际，天道正以骑士的姿态不断向一重挥动起武器，可仅仅只过片刻的时间，又有一重在各处出现。好在作为战神的加贺美以及许久未出现的大介纷纷赶到各处的战场，等到战场打扫干净，为庆祝圣诞节的到来，连华为几人做起大餐，但这玩意一看就不好吃。这时加贺美赶到此处，询问天道神带剑的加入，但关于不能加入的原因，加贺美又不能说出实情，致使加贺美极为无奈。接着为寻找强大的战力，两人找到影山和矢车，但影山和矢车两个老登依旧在寻找更深的黑暗。与此同时，工作的甲再次收到一重的警报，不料正在同一时间，有一重突然攻击车辆，并且一重意外的一击把甲的鞋子打落水中。眼看有一重触发被动，神带剑立马下达命令。见一重伤害心爱的甲，神带剑爆发无穷的战意，以一波华丽的连续斩击瞬间解决众多的一重。然而随着战斗的结束，甲表示天道的用意是想神带剑消灭一重，谁料神带剑并未理睬，反而跳到前方的水中寻找甲丢掉的鞋子，同时让队员全体下水一起寻找甲的物品，搞得甲感到万分无奈。并且更让人无奈的是，队员们终于无法忍受，主动抛弃呆傻的队长。好在神带剑虽然呆傻，却让甲感到极为可爱。等到神带剑找到鞋子，神带剑提出圣诞的邀约，而甲不假思索的答应，致使神带剑高兴的不行。随后为准备圣诞的礼物，他准备为甲织起毛衣，但神带剑实在太过缓慢，以至于颇为感动的管家替神带剑完成业务。同时甲把约会的消息告知给无奈的加贺美，可加贺美又担心起甲，又不能说出背后的实情，搞得加贺美难上加难。另一边行动中的天道以一波丝滑的机车撞击瞬间解决众多的一重，这时一重干部现身，天道见状立马完成变身，但一重的数量依旧众多，无奈的天道便纵身一跃，并趁机召唤超越昆虫仪。伴随着百虫剑的召唤，一重干部趁机逃离。随后天道挥动起武器，以四种昆虫仪的剑气波瞬间解决众多的一重。然而伴随着战斗的落幕，家中刚刚睡醒的神带剑看到围巾已经织好，误以为是自己的神操作。这时神带剑注意到时间，便立马赶往约会地，不曾想中途不仅堵车，还意外遭遇一重干部，眼看是上次战斗的宿敌，神带剑立马完成变身。可由于不久前的重伤，他依旧是被动的挨打。经过几回合的战斗后，一重干部发动骑士斩，一击把神带剑打回原形。好在一重干部上前查看，意外看到神带剑的真身，便下意识的离开战场，所幸神带剑上能压制，坚持到看见甲的瞬间，但到此刻他已无法自控，随即变回一重的本体。此时加贺美及时赶来，可神带剑已经向甲冲去了。